大洋哥告诉你什么是明目张胆的偏爱。我给我媳妇打电话，我看我媳妇怎么讲。都带给我媳妇，我媳妇喜欢吃芒果干。带给我好东西，我肯定带回家。我媳妇穿这个吧，这个好看。这几个给我带回去，给我媳妇用。啊、谢谢。我品牌方要一个，带给我媳妇。这我媳妇一定喜欢吃。回去我要搞那个空气炸锅煎给我媳妇吃。媳妇喜欢这玩意儿啊，我带给我媳妇。你这一个人带不好呀，你赶紧走啊。等我弟来我再来。你弄烦你，我放我一个在这儿。我媳妇看到我就捂肚子，我回到家了。我跟你说，想哥呀，我的胆子真大呀。别看那个小的口红啊，我回去了，我媳妇肯定会心里面，虽然她相信我，觉得我肯定在外面会好好，但是呢，她心里还会有一点不高兴。我是不会让我媳妇不高兴的，那不行。大晚上回去了，媳妇不高兴，那晚上一夜都睡不着觉。大洋哥为了不跟女品牌方互动，居然带大洋嫂来上班了。来看是怎么回事。小洋哥老规矩，提出给自己涂完给大洋哥涂。啊，那他也给我用，你给我用完面上给他用。没想到大洋哥这次居然没拒绝。他直接抹到脸上，然后呢，让我看看你的那个宝宝。改装，学会了没了吗？你应该想，没学会了吧？好，没学会就让大洋哥试一下。来，试就行了，你试一下。不装了，穿白了。我媳妇特意给我准备了照片。大家说大洋哥机智吗？昨晚小洋哥直播间迎来史上最漂亮品牌方，粉丝不淡定了，纷纷刷屏要小姐姐抖音号。你完啦！你完啦你呀、啊！不要截图，不要艾特小洋嫂，兄弟们，你知道谁吗？你品牌方跟你说啊。他在这，你可以不需要努力了，你。兄弟们啊，他是什么呢？他是这个品牌方的女儿。啊？意不意外？果然，小杨嫂不在直播间，小杨哥真的越来越大胆了，竟然让品牌方喂包子。就这样拿。这样拿。哦。嗯、怎么吃？就这样吃。哦。哦。咦，你是真是，哦、你是活腻了呀你。我的妈，兄弟，这包子啊，那吃起来跟自己拿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还有更精彩的，看来小杨哥回家是少不了一顿毒打了。你看他，你看他，啊，啊，啊我已经想到晚上回去的那种画面了。你一个，我现在已经想到我回去的画面了，兄弟们。反正也是一时，不如试一试。哎呀，不要喂，不要喂，不要喂，不吃不吃，不要喂他。哎呀，不要喂。哎呀，没。已经不敢想象小杨哥晚上回家会发生什么精彩的画面了。不要再喂了啊，老妹，不要喂了啊。嗯，对对对，不要喂，不要喂了，不要喂，不要喂，把嘴，不要喂，不要喂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哎，不能，不能了。我马上吃不下去了。就在昨晚小杨哥直播刚开场，就被网友弹幕刷屏，说小杨哥是假的。这个你说小杨哥假的？他不是小杨哥，我就是小杨，我是呀，我就这理发是给我一个短发，我真的是小，你看啊，你看，你看我这两个疤，你看我这两个疤。模仿什么模仿呀？我怎么证明？你说怎么证明？我是小杨哥。哎呀，兄弟们，他真的就是我呀！无论小杨哥如何证明自己，网友就是不信。崩溃的小杨哥直接把小杨嫂找来证明自己，有点像裸我老公屁股上有两个。我连直接把裤脱了我。你干嘛？你这人有病吧？不，你们这到底是谁？你欺负我？就是的，是小杨，我是呀。你是你说你拿出证明呀、啊？你证明不就行了吗？我是呀。昨晚小杨哥的徒弟第一次带货，十分钟违规七次，有些尴尬哦。大家来听听小杨哥是怎么找出问题的。去买这样一份螺蛳粉，比如说在外面点外卖的时候，日常这一份买这螺蛳粉，肯定还要加个炸蛋，加个鸡爪什么的。大概呢，去掉啥呀？有鸡爪吗？没有。有鸡蛋吗？没有。我只是说点外卖的时候有时候加一下嘛，因为如果我本人的话应该会加个炸弹呐。然后呢你为这个，那你这个为什么不加呀？就这是因为这不是点外卖的。哦，那我在你这买干嘛？我不如点外卖咯。因为在我这买实惠啊。那我在你这买没有鸡爪呀，没有炸弹呀，我在别人那买有鸡爪有炸弹啊。但是别人那里比较贵啊。
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买过啊，一包大概要。那我还想吃，炸弹跟鸡爪怎么办？可以自己另外再去买了。哦，就是说我去这个炸，我去那个卖螺蛳粉的店，我说大哥，螺蛳粉我不要，我就要那个鸡爪跟炸弹，然后又带回来，然后把你这又泡。有道理。日常价呢，肯定是不低于10块钱的，肯定是以10块钱以上。肯定啊。万一有一个低于5块钱的呢？万一有个低于10块钱的呢？你不能说肯定这两个字儿。啊，你说肯定就是违规。好，现在大概直播半小时，已经违规7次了。啊，来。哎呀，这是手工的，你弟谁说的？谁说这是手工的？啊，手做米粉 Q 弹，它叫手做米粉，不叫手工。啊，一包够不够？够。两包。你这包包，你都已经说了55块，我最少4包，你还一包够不够？一包够个屁够啊！啊，先拿个4包，先拿个。看人家带货都这样带的，不要跟别人学。哦，好。你要一定要有自己的带货风格。一号链接，兄弟们再去抢一波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玩意儿啊，你记住了啊，买东西一定是理性消费，而不是说给你面子，或者是冲动消费。哦，是是是，对吧？粉丝买你的东西是他需要，哎，你觉得你需要，你就可以拍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千万不要给甲方面子，或者什么给甲方面子，或者说哎呀，哎帮助帮一下，帮一下他买一下，不要这样啊，一定要说哎，你觉得你需要，你就拍一下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搁那吃还吃，你有没有点时间观念？我晚上12点钟我回不，12点钟我回不了家，我休息不够。真香啊！兄弟们啊，每次你们说小杨哥卖的破壁机声音大大大，介绍一下，小杨哥还有杨先生，大家好，我是金正的品牌方。好，我们是专注于做小家电的，是1997年到现在是25年的历史。然后今天带来这款是我们新上市的一款产品，叫做清音破壁机。大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声音很大嘛。咱们这台说话的人说话是60分贝左右，然后这个是比60分贝稍微多一点，大概是在你确定吗？70左右，70左右，确定吗？对对对，确定。把我今天买那个分贝器拿过来。咱们普通正常说话一般是60左右。好，74、60、70、80，打核桃啊，核桃。74、74，好听。这个罩子咱们是一个 PC 的罩子，知道吧？ PC 的这个我们用的好质量。确实可以啊，兄弟们看啊，你这一个破壁机日常价是多少钱？1300，有别给我扯啊，大哥。我已经查了啊，他们在某猫某东上面卖的是大概是300-400块钱。你这样，小哥就不跟你多说了，今天小哥就399，好吧？小哥399送你一个，给大家送一个空气炸锅，再给大家来一个火锅，电火锅，再给大家送一个。绞肉机，今天4个，399上车。